县主，属下奉秦王殿下之命，送县主即刻回府。若是黑夜太冷清，愿为你扎心。半生光景，只恋你聆听。命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照公主这走法，天黑也到不了吧？我是公主，你须得听我的。好，那您逛个够。好，阿多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你别走，我不想歇息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公主让我待着，我便待着。你看，这是我绣的小兔，绿色的眼睛。因为兔子眼里是草地呀，那是一片自由。我也想要自由。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过过夜。公主请歇息，属下就坐于此，不会离开。还在等什么？我手里的这位可是大唐的公主，我数到三不放人，这女人就死了。结伴。